昨天晚上娜娜没有在家里过夜，同学开那个 party sleep over，没有娜娜在家的时间呢，就感觉会不会特别的清静啊？安静，非常安 静。娜娜平时在家里比较吵的嘛，因为大家有知道，娜娜是有这个社交上的问题，就是在学校里她没有跟同学跟老师讲话沟通的。但是他又很奇怪，他同学呢，老师都很喜欢他。同学，我看他也会跟同学打打闹闹，有互动，很奇怪。同学好像也习惯了他不讲话，也会用这种特殊的交流方式跟他一起玩。我就怕他这2天1夜完全不讲话，会不会憋出什么病来？然后问他，如果奎西娜不去的话。你还去不去？他说也去，所以我也觉得很惊讶。昨天你女儿不在家，有没有想她了？有啊，哪里想了？哪里都想，把小宝贝啊，三个宝贝。这个豆姐在外面买的粽子，挺好吃的。这是豆沙的，还有是咸的肉粽。我妈今天又打乒乓球，一会儿要车她去。妈，等你啦！天天就是这么磨蹭磨蹭。关门。娜娜回来啦，报告一下你昨天玩得开心吗？睡不睡得着啊？瞓唔着，今日好攰咯，而家瞓唔好太啦。8点多就行了。娜娜肯定睡不好。而且还没讲话。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就是今天是谁的生日呀？me。下次去朋友家过夜还要去吗？喜欢啊，那玩得挺开心的，几个女孩子。可以咁样嘅，打来打去，Wow, I can, Carl can hit me, but I can't hit him. 卡洛都唔可以嘅，点可以啊？今天卡洛是主场，卡洛想吃什么？今天给卡洛买一双运动鞋去，他同学说他跑步挺快的。先把肚子填饱饱。我们家三个小孩都很社恐啊。这性格改不了，没办法，家族遗传，点会啊？遗传你啊，点会都涨价？对，都涨价了。但冇办法嘅，你唔加就他可能听到你的心声，全城最便宜的越南粉，那他又忍不住加价了。来了。Oh, can I have the line? 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沙爹牛肉蒙，唔系香茅，哦，香茅，好香哦，我都想吃了。Can I just touch the cucumber and put it back in? 唔使咁激动，今日个个量乜咁多？呢人的肉怎么这么少啊？佢要少啲啊嘛。Why? 你一个捞埋落去喎。你今天也吃饭啦？想食饭。咩饭？雞扒、豬扒、蛋，我原本想食嗰個豬皮嗰個冇。我们五个人叫了4个餐，最后还剩一个餐。基本上系有一个多出嚟。这个我就试了2口，明天胖子又可以带饭了。多好，省事了。耶，你有肚腩啊？饱了没有？你看你头发。隔壁村有一个耐克工厂店，今天过来给他们看看鞋。在这里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看了。你这双鞋是去年在美国给你买的，才穿半年，半年都已经穿成烂成这样子了。你今天要不要买鞋？你这鞋也是在美国买的，能倒是不少。
排队买单，才打八折啊！啊，后面买鞋的人很多。小朋友落后咯。你要买一双运动的跑步的，你喜欢这个啊？黑色这个嘞，这个很轻。好，去试一下。呢度型啲啊，大家都四十几。你要轻吗？呢个都好。呢个跑步的。靓唔靓啲啊？哇，它六号刚刚好了。这个更好啊，有金边的哦。系咯。这个50块钱还要打八折，可以6.5号可以噶啦，有半只手指位啦。走一下，走一下。喜欢吗 ？OK 吗 ？OK。高老师喜欢这一对，这个是休闲的，不能跑步。对，打八折，折扣不够给力。看一下女孩子这边。你喜欢 pink？ Yeah。 你什么时候喜欢？不是，你要号码要拿对啊。八号的。好吧，舒服吗？这个55的。你要不要买个深色一点的？耐脏啊。这好不好看？这个他也不喜欢。这个是多少钱？80刀。这个跟你那个是一样的，不过是颜色不一样。这个也很轻，我觉得蓝色比粉色好看。你看。走了，一眼你要不要买鞋啊？一眼最省钱了。没人排队，没人排队，赶紧！难得没人排队，有打八折吧？买了两对鞋，花了108。嗯？周末来商场啊，到处都是，一位难求，太多人了。刚刚一眼说想买衣服，但是耐克店里面真的舍不得下手啊，去这个店。Winners 看一下，起码都便宜过耐克店啊！哇，你们一个个穿短袖啊！这边鞋好多呀，你看，满满的。匡威，这个鞋你喜欢吗？刚才闻的这个 ，Rice Milk， 好香啊！洗澡的沐浴露，还是韩国的呢。最近在小红书一直刷到这个牌子的产品。都在 Winners 找得到。I'll take this one. 为什么这里会有卖这个衣服啊？多少钱 ？25。25？25？ 假的吧？这个正牌很贵的哦，是质量很差呀、啊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起球了。不是这个牌子的。两零。嗯，这个很不错的这个牌子，这个多少钱？看一下一眼，这件要60，你那个假货都要25了。还有这个沐浴露，也是这个牌子的，还是橘子味的，还是橙味的。我用这个又大支又香又香。娜娜，这个什么 ？My smells good。桃味的。哇，好香的桃味啊！这个是 lotion 来的哇。真的有晒油啊！啊。嗯，也很香，都很香。边个？哇，在这里也很好逛，逛了半天都不舍得走。全部都是这些香喷喷的东西。这个老三说今晚想吃寿司啊，寿司，我们已经订好了。今天叫了多一点的生鱼片。今天生意忙吗？今天不是很忙，因为你通常礼拜天都不忙的是吧？哦，学生就好像好一点了。哦，学生放假了。对对对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刚刚我还给胖子，给几我们家这几位男生全部剪了头发，哎，我一天到晚就给你们服务了哈，但是一年剪发的费用都省了不少，给你们省钱了。这里起码4000。这个是那个朱古力巴佐。朱古力巴佐吧，巧克力他们会。
就这个吧，仪式，做个仪式，蛋糕好像是要有的。今天一共是150件。对了，放中间，打开，这是另外叫的一盘生鱼片，60几件的是吧？外婆在干什么？一样，大龙虾好吃还是日本寿司好吃？寿司。为什么？你不会吃。没本事。没本事，太少了。因为龙虾就是一个龙虾，但是就是你看这么多。还有啊，龙虾还有点心啊，什么都有啊。哦，点心。烧包啊，什么啊？烧包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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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给康老送生日礼物了吗？啊，对。什么 ？Candy。No。呀，哪嘞 ？Just all the back to shoppers。I barely got。话就系话送咗卡路嘅自己食晒。生日的男孩。今年第五次用了点一支蜡烛。唱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之后就吹啦，嗯。Please give me 5,000 euros。哎呀，疯子！好了，你要长大了。早上呢，胖子还问我，说 Carlos 是早上出生还是晚上出生？你忘记了？忘记了。一人我记得，一人是早上凌晨的时候，娜娜是晚上10点。这个呢？这个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，失忆了。Must be night time. Don't eat too much now. Okay. I want the Snickers. I get the Snickers. 你要吃得完啊？好，这样。慢慢先啦。不用，不用，吃更多先啦。哦、oh, 嗯，